各位好，Flybill 灰熊，上次的这个画作品已经干了，这是一个我想象中要去做的一个交界的底色。那我们在检讨这个的交界的明度的时候，发现它交界做的并不是很明显，也就是光线从这边过来以后，它着陆点的第一个点应该在暗上面，第二个点在暗下面，所以我需要再重新来设计一下。对于交界的部分，以及交界之后所产生的色彩，然后相对而言，也就是从这里的白雾状这边的色彩区，这白雾状到这色彩区，要把它做出一致性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